再飞低一点。一只美丽的蝴蝶从敞开的窗户飞了进来，有些惊慌失措地在房间里一圈又一圈地飞舞。显然它迷路了，左冲右撞，努力了好多次都没有飞出房子。这只蝴蝶之所以无法从原路飞出去，是因为它怎么也不肯往低处飞，总在房间顶部的空间寻找出路。只要它肯飞低一点，面对它的就是敞开的窗户。有好几次它已经飞到高于窗户顶部两三寸的位置了，可就是不肯再飞低一点。最后这只不肯再飞低一点的蝴蝶终于耗尽了气力，像一片毫无生气的叶子，气息奄奄地落在窗框上。在我们遇到困难阻碍的时候，是不是也像这只蝴蝶一样因循守旧，不思改变，让事情没有转圜的余地？如果我们能调整一下自己的角度，活络一下思考的习惯，修正一下行进的路线，或许迎接我们的将是脱出困境后的灿然风光。